接扫这个就行。请支付。哎，真的吗？是吧？支付成功。谢谢。优化了很多乘车的体验，这样伸手就可以进出站，即使没有带手机，然后手机没电没带卡，我们可以正常的进出站乘车，更便捷了，也不用考虑购票和充值的问题了。